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红焖鲈鱼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请给我个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好人有好报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好，视频开始了。寒露浓，秋色，莫负好时光。可惜天公不作美，今年帝号台风狮子山造访，珠海大风大雨仍在持续，楼下工地已经成为沼泽。 洋葱木耳炒鸡蛋和醋溜土豆丝，但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台风天气，上午点又收到小区停水通知，打乱了所有计划。这种天气外出吃饭已是不可能，准备叫外卖应付一餐吧。又一眼看到了已经提前泡发的木耳，木耳如果不吃，就只有扔掉了，有点浪费。 因为我用的食材是特级小木耳，有点小贵。因为长时间泡发的木耳极易产生毒素，导致米酵菌酸中毒。误食毒木耳的报道时有耳闻，有兴趣者可自行搜索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既然今天停水，节约用水，那就偷懒给家人只做一道菜，全当创新了。为了挽救这一盘木耳。 将土豆和大米一起煮，做成主食。没想到做出来的菜式卖相这么好看，欣赏一下吧，充满浓郁的秋天丰收氛围。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道菜的做法。准备的食材包括洋葱、木耳、姜、葱、蒜、红椒、鲈鱼一条，以及家中必备的调味料，比如辣椒酱和油盐酱醋等。先把鲈鱼洗净，切断。 沥干水分，用料酒、调味料和盐将鲈鱼腌制一小时。木耳是早已经泡发好了的，沸水后备用。然后砂锅内放油，烧热，倒入洋葱和姜葱蒜爆香，加木耳，搅拌均匀呈半熟状态，暂时关火。将鲈鱼整齐地铺在上面，淋上事先调制好的调味料。 加上适量的开水，大火焖一十分钟即可。步骤非常简单。我是冷脆摩尼，冷脆摩尼，谢谢你的阅读和观赏。好，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，请给我个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感谢支持。小伙伴们对红焖鲈鱼有了解了吗？